新浪微博当天发公告说，将对微博上利用谐音字、变体字等错别字发布、传播不良信息的违规行为开展集中整治，声称要在站内引导用户规范使用汉字，还鼓励网友举报。消息引发网络的议论，网友纷纷批评说：“为啥用谐音字呢？难道不是因为有些很正常的字词发出来都是敏感词汇吗？”